可以不断的 NG，然后又不断的在他想哭的时候哭出来。龙龙的演技好到我在现场快要吐。我跟你说，这一点都不是什么无情切割，就是他高估了自己，以为可以骗得了全世界，然后利用我们整间公司的善良达成他的目的，完全不是切割。而且他说萨泰尔公布的那个脚本是假的，对，我这边有真的。对，这是礼拜一晚上开会的时候，他说不行，我就是要拍影片，因为他们说谎嘛，他们公布的不是真的，就现场延上现场就真的有讲到前男友这边有真的稿子什么什么，然后公司就说好，龙龙好，这个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事件上帮你咯，就是礼拜二拍影片，那你今天晚上你就自己写稿，毕竟这个是你个人想要的影片嘛，你就自己写稿哦。他就说哦，这份稿子是我跟几个人一起写，想要早上六点怎样怎样怎样。我说你这份稿子我看了啊，你就是在开战，你这个不叫做澄清影片，你里面各种就是又想要攻击谁，又想要炮轰谁，又是要引发更多的战场嘛。我看了他整个稿子，我就说龙龙啊，我不可能让你的影片用这份稿子，你这份稿子就是又在骗我们了，你已经说你要停了，可是你好，你熬夜写的这个稿子就是又是在炮轰大家啊。我说你不就是 QA 最厉害， QA 最好笑吗？那我们改成 QA 五个问题哦。我跟他蕊了三个小时，为什么会跟他蕊三个小时？因为他就是会有跟我很多的拉扯，他就是那要叫硬，因为他就是想要赢嘛，他就是没有办法放低姿态，他没有办法去承担他造成的这一切，他就是还想要继续战，然后很多东西他就是不接受。我说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针对大部分人的疑问做回应。光是这个，你是当事人，别人问你问题，你就是回答他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他跟我搞了三个小时。然后在这个 re 稿的过程当中，我说龙龙，我有听说你要假哭，可是我拜托你，你等下录影不能哭，不要哭，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理性的去澄清你被误会的地方，不需要哭。昨天影片一出，有朋友问我说，但是我知道是你去帮忙的，所以龙龙在哪个点该哭也是你指使的吗？我说告诉你，龙龙的演技好到我在现场快要吐，他可以一直 NG， 当然 NG， 你觉得是他脑子不好记不起来吗？不可能嘛，就是在那边拉扯嘛。他可以不断的 NG， 然后又不断的在他想哭的时候哭出来。我已经跟他讲了，这就是一个你给我冷静的去澄清那边，你不要再哭，因为你一哭大家又说什么女生哭就赢，然后那边什么情绪勒索，然后只会哭，然后啊怎么装可怜什么。我说你不要再被人家讲这个，你就不要哭。然后哎，录影的现场他继续给我哭，而且还给我再怎么 NG 他都哭得出来，这种的假哭我就觉得这个没救了。大家回去看影片啊，第一题他就是针对说老 K 说谎，所以他说他还原，他要还原稿子，然后还把他说他听到的，然后跟请我们把萨泰尔拿出来的那份来做对比。对，我们还帮他上字卡，然后制作人还特别跟他说，龙龙你要确定哦，不然我们这个放上去如果是错的话这个很大条哦。他说他非常确定，就是他们在说谎，所以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放。然后结果是谁在说谎？是他在说谎。我是全然相信你，然后你是怎么对我们的？你就是一句我记错了，完全没有道歉，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怎么样啊！我朋友意外发现，那三个字真的没有，我记错，怎么可能会记错？